经就开车开了有两三天了吧，在路上，然后都每个人都特别累，然后都想躺在后面，然后他俩为了抢后面的座位，两个人现在是各互不相让。略微的有些地方带一点毛病，然后像这种镯子的话，也就是基本上不过千，不过千就可以拿到了。然后像这种的话，也就是一千多一点点，或者一千多这种镯子。然后现在有喜欢的赶快联系吧。好的。